如何进行大便引血测试。在提取样本前一晚十二点之后，要开始禁食和饮用清水以外的饮品。提取样本之前，避免污染大便的样本，记得要先小便，同埋要做好充足准备，以防样本接触尿液或者厕所水。要准备好盛住大便的物品，例如样本器皿、保鲜纸或者报纸等等。将清洁的容器放在座厕上边，再用厕板夹实。如果用保鲜纸或者报纸的时候，就要重复相同的动作。仲可以用胶纸贴近座厕，轻力按压中间，令到形成凹位，方便收集样本。完成之后就可以打开彩便管，用管入边的彩便棒提取大约一个手指头份量的样本，再分别密封。在提取样本之后24至48小时入边可以暂存家中，仲要冷藏以免细菌滋生。如果唔系，就要尽快交翻样本，以确保测试的准确性。咨询你的医生以了